姥姥，你吃柚子搓柚子皮干嘛？这可是好东西，姥姥给你做碗柚子糖吃。柚子皮这么苦能做糖？我没听过吧？你小子等着，姥姥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。姥姥，这皮我都不要，你该不会又骗我吧？那是你不会吃，姥姥做出来你就知道什么味道了。姥姥，你这茄子好像冬瓜条哎！来，来帮姥姥尝尝苦不苦？一定要多洗几遍才能去掉苦水。姥姥，这看着好好吃啊，不知道什么味道。那是。喜欢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哦。哇，姥姥，你这什么糖呀？看着好好吃啊。好吃吧？嗯，姥姥，这酸甜甜的，还有股清香的味道呢。嗯